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对这个等字有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一个思想。今天我们看见了圣经里面等的神学是很多人不注意的。我们从前看见神栽培一个传道人用许多的时间，现在我们3年就可以叫一个人神学毕业就可以做牧师了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不要他等，要他快。所以很多人念神学很聪明，用什么办法修完最多的修科，快快修完就可以做牧师，快快做教会领袖。我告诉你，从学分来说你已经得胜了，从等仇敌做你的脚等还没有，你明白吗？我知道很多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挂一个帽子，我是传道人，那就到教会去，你要尊重我，你不可以看不起我。我说某某神学实事硕士博士，而且东方来的博士，东方来的博士是拜耶稣，不是给人家拜的。为什么呢？没有等。很多事情你可以做的，但是等。柏拉图说一个最聪明的人要给他读书读到35岁，18岁一次大淘汰，20岁再淘汰，25岁再淘汰，到以后呢给他读到35岁，然后呢可以得到最高学位最高学分，那么做王了，做贵族了，做统治了，不叫他下乡种田15年，50岁才回来做省长。所以柏拉图很懂我今天要讲的这个话。等，今天很多主啊，我要做传道，第二天为什么我不是 Billy Graham？ 主啊，我要为你做神的仆人，我就是现在的宋尚杰。你有没有等？连耶稣基督都等。耶稣基督12岁的时候，岂不知我与我父的事为念？等，等到30岁才出来。